是老爷，啊，我带这个家庭哦，啊去天国下遐哦，去找都拢找无咧。人跋落天口底落死，应该有尸体才对啊！恁安怎去找无？无，恁是找有心足啊无？哈？有啦，啊，怎么也找无咧？老爷，啊，我找这个家庭哦，啊去天国下遐找，确确实实有影拢找无啦。奇怪，人跋落天口底死，应该就有尸体才对。我着目睭明明有看到，伊敢着白狗跋落天口底落去，安怎找无尸体？使予人想无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代志？小姐伊，小姐伊，小姐安怎？小姐伊病拢好啊呢。小姐病好起？是啊，无像前几工安尼疯疯癫癫，透早一个爬起吼，就伫西装台，还伫西装打扮。伫西装。你好好啊休息，哈，你好好啊休息，啊，休息，奇怪，我今仔日精神，规家伙的人，哎，看到我目睭拢金牛色。阿爹也同款，阿爹讲我破病，我是破什么病？小朱，小姐，阿爹讲我破病，我是破什么病？你紧跟我讲。小朱，你紧跟我讲，到底是安怎？小姐，你是中着啥？我中着啥？是啊。一个外家拢不省人事，连亲人你嘛拢袂认的，而且吼，规工安尼疯疯癫癫，毋是哭就是笑，啊无就是闹，规家厝的人吼，都为你安尼白食白困的。有这件代志。有一只妖怪出现，佫传你不识人事。迄个请足侪大夫，拢无办法通好医好你的病。到较早吼，有一个吼四分的人客来咱家，讲要甲咱借断。伊讲伊好收妖哦，昨暗就甲迄妖怪拼命。听店长咧讲哦，讲已经跋落去坑坎的，连尸体嘛找无啊。就是安尼吼，小姐，你的病才好起来。小朱，那你讲起来，迄个找阮的人，伊是要做甚物人？我唔知影啊。小姐，我在想吼，一定是迄个人客吼替你死的哦。所以你的病，唔只免食药就好去。迄个找阮的人，伊都是替我死的。
伊是啥？在下死啦！是老骗温信。可能，你哪知影在下的名字？你就是老骗温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终于等到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一个苦命的人。你来住在这个石洞内？是一位病患重重的老大人，带我来。伊叫我踮在这，伊讲有一天会有一个姓刘叫做碧温的人来这。哪里？你踮在这等偌久？不知影，我家己嘛无清楚。你是家己一个人住伫遮是？啊，搁有一只白狗。白狗。伫倒位？是只白狗，伊是伫底饲我。伊每工拢会去挽水果倒转来予我食。姑娘，哪里？迄只白狗现在还搁有伫这个洞内无？无，我今仔日敢若拢无看到伊。奇怪，迄只白狗是会去倒位？迄个老大人有甲我讲，等到老皮温若是来遮迄一天，白狗就会离开。伊讲。老皮温是我今生要记的最后的一个人。我是你最后要见的人，这句话是安怎讲？Yeah.
主的后代叫做陈幽良。姑娘，陈家的人为什么要抢你的囝？陈家的人听第二婶的话，讲祖先的后代以后会做皇帝，所以做皇帝。老先生，你是我今生见到最后一个人，你是不是肯给我拜托，去找找陈幽良的下落，甲伊讲，伊是四子的后代。好，姑娘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甲你找到陈幽良这个人。妈咪，我死也瞑目。姑娘。为什么你哪会知影你的？当初迄个老大人带我来这，伊就跟我讲，我会看到刘碧云，伊是我最后要见的一个人。今仔我已经看到你，这敢毋是表示我的寿数已经该终了？伊死啊！伊已经死啊！原来是中卷甲下卷的两本天书，我老弟终于得到三卷齐全的天书了。海通大明的天下，心愿找无时，我。
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前面吼，迄个青油人客无死哦。伊无死？嗯，已经倒转来，伫前厅吼，白老爷伫讲话。这是相识的。是啊，是老爷叫我来请小姐去前厅吼，向迄个人客说多谢的。紧紧紧紧紧，来来来来，赶紧叩拜大恩人啊！哈，是。小李子叩见恩人。小姐，紧起来！老母何德何能，想做大礼，紧起来！多谢恩人。小燕，小燕，小珠，赶紧带小姐入去休困。是。温人请坐。温人，老夫有许一个愿啦。讲什么人也会当来医治小女的病，老夫甘愿将小女终身来匹配，未得温人。这啊，温人是毋是天大？啊，不行的，元贵在下连个承受这份的好意。啊？莫非是？小女高攀不上，不是，元贵，你误会了。在下是一个流浪之人，居无定处，烟灵。这安尼较简单哈。老夫虽然不是讲百万富翁来讲，也毋过在这个左邻右舍来讲起来，我那是屈指有数的人啊，哈。我是不是讲，你若是无气嫌，老夫的小女贴身，你就来成全老夫的意思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在下绝对不行的答应。是安怎？莫非是？元贵，老实跟你讲，在下是一个朝廷的钦犯。啊？朝廷的钦犯是，我是国府州官，现上伫要掠的老鸡。啊！你就是老皮温？是。哈哈哈！安尼也搁较好，安尼也搁较好。老老爷大名，老夫久仰。你为着要救高邮关的百姓，无惜着你家己的性命。害死官兵，放走了人夫，救汉民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老母只是不忍百姓受此迫害，落尽美丽而已，钦佩两字不敢当。啊，小当今朝廷这块的腐败，非黄河，下令。到处强促人夫来压迫善良的老百姓，咱应该按来反抗元朝的暴政。元贵，你是讲，老夫甘愿从所有的财产来献予你来做军费，来救苦难的百姓。真是多谢元贵。免礼，免多谢。那是安尼。小女的婚事，你就免不答应了。